作品鼓勵鬥志，弘揚一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不斷去豐富呢個民族嘅精神內涵。故此啊，我哋個會聯同大灣區陶藝收藏交流協會咧，舉辦呢次嘅展覽，唔單止係向我哋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嘅獻禮，更係直至呢個時刻，以呢個當代中國傳統藝術嘅風采，向澳門嘅市民傳遞愛國情懷。因此呢個展覽裏邊係更具一個意義。首先，從一個作者嚟睇，本次嘅展覽係50件嘅陶塑作品，主要係嚟自廣東工藝美術大師黃卓南先生嘅師徒，同埋咧亦都係省級大師嘅陳佩俊先生。佢哋係當代石灣陶瓷技藝嘅領軍人馬，傳承著名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二，從呢個作品嘅內容睇，今日展出嘅作品立足喺中華文化，主要係描述繪造咧中國與澳門特區嘅人同埋物，尤其是後邊嘅係鏡湖醫院今年150周年呢個模型，同埋呢個現存嘅呢個益龍炮竹廠，呢啲嘅後邊仲有一個國慶嘅牌樓等等，呢個集中反映咗當時澳門市民嘅情和思，洋溢住強烈嘅時代氣息。第三，從藝術嘅表現手法嚟睇，展覽嘅陶塑作品唔只係展出咗深厚嘅傳統石灣陶塑藝術嘅功底，更加係呈現咗唔同時期嘅作品嘅風韻，貝爾本澳作家專門為展覽而創作嘅詩詞同埋嘅主體內容，以及由本人以唔同嘅書體創作嘅書法，總共因為今年係100周年，喺個陶塑同個書畫亦都係100件嘅作品，呢個突顯咗呢3種嘅文化藝術嘅創造結合，亦都可以話繼續傳承，亦都係我哋嘅心意。朋友們，100年風雨兼程，1世紀滄桑蜕變，中國共產黨嘅100年偉業，實現咗中華民族再閃自信嘅光芒，實現咗中國國力再登世界舞台，實現了中國人民再過美好的生活，讓我們始終跟隨著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世界人類的共同福祉而不斷努力，讓我們向不懈奮鬥的共產黨人和我們澳門全體的市民致敬。最後，本人想向大家表達為何要選擇今天作為一個開幕。7.1當然是我們中國共產黨100年光輝之外，而且今日7月2日亦都係時值，係我哋尊敬嘅澳門一個外籍嘅朋友，亦都係呢一個場館嘅主席關樂怡先生，今日適逢係佢80歲嘅生日，Happy Birthday， 係佢大喜日子，所以我選擇喺今日嘅展彩開幕係有雙重嘅意義。我哋嘅同事，請你送出嚟。這個壽包同埋有一張生日卡，係我哋呢個團隊向關樂怡先生致送。呢個大嘅壽包裏邊咧有9個小壽包，長長久久，一加埋面頭10個，係亦都100，所以送俾關樂怡先生。呢張卡咧，亦都係我哋少少地製造，亦都係簽個名，係表示一個心意。因為澳門嘅和諧咧，我哋中西文化好難得，關樂怡先生喺佢喺澳門幾十年，亦都為澳門做出咗唔少嘅嘢，係我尊敬嘅朋友。恭喜你身體健康。OK， 好。唔該曬吳會長，亦都喺呢一度咧，衷心同關樂怡博士講一聲生日快樂。現在我哋將會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剪彩儀式，有請以下嘅助理嘉賓。Now there will be a ribbon cutting ceremony. The following officiating guests are inviting there. 首先有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部長萬竹成先生。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and Culture of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Macau SAR, Mr. Wang Shuteng. 澳门文化局视觉艺术发展处处长林伟业先生。Head of Division of Visual Art of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Mr. Lam Wai Yi.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艾良先生。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Macau Deputy, Mr. Lau Nai Leung.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暨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培娟小姐。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ember and Kenwu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Director, Mrs. Wu Peikun.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暨澳门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陈明金先生。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ian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ember and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School Board Chairman, Mr. Chen Mingkang.官乐仪基金会主席官乐仪博士 ，Foundation of Kunor Yard Chairman The Dorothy Josette Dakuya， 澳门厂商联合会会长崔玉林先生 ，Macau Industrial Association Chairman Mr. Antonio Choi Yuk Lim， 澳门美术协会会长陆希先生 ，Macau Artist Society President Mr. Nok Hei。大灣區陶藝收藏交流協會會長李月成先生 Greater Bay Area Ceramic Art Connection and Exchange Association Chairman Mr. 李月成大灣區陶藝收藏交流協會理事長郭棟舉先生 Greater Bay Area Ceramic Art Connection and Exchange Association President Mr. Kong Tok Kui澳门智慧人民例政会会长吴在权先生 ，Macau Wisdom Humanities and College Political Association Chairman Mr. Wu Choi Kun。现在我哋有请我哋嘅工作人员送上彩带以及金展。嚟紧嘅时间咧，我哋就会进行一个简单而隆重嘅剪彩仪式嘅。系啦。我相信很多傳媒朋友都很希望將這個這麼值得紀念的儀式就要拍一張大合照了，我們給他們時間先了，大家看著前面的鏡頭一起拍一張漂亮照片。好了，大家各位的嘉宾可以先除一除口罩，我们再拍一张。好了，我们在数三声之后有请这么多位的主礼嘉宾一同挥展为我们今天的展览揭开序幕的，我们准备三二一，谢谢这么多位主礼嘉宾，祝愿我们今次的展览是圆满成功的。好了，现在的时间我们有请吴会长向各位主礼嘉宾致送纪念品，而这一份的纪念品就是非常特别的，请我们的嘉宾在这边望一望，这一份纪念品 是我专心为这么多位嘉宾而设的，这里这个邮票是我们澳门林子欣设计师是为今次中国共产党100周年澳门发行的邮票，这个信封是我刻意印了这个100周年的信封，那我来呢配到这个邮票，而这里面呢 有两张也是我当年奥运的奥运选举那个奥运火炬手的邮票，加埋了下去做了个这个亚加力胶的座，而又请到刘斌老师呢对每一位的嘉宾呢作一个床头诗的写了，
咁呢啲係琴日朝攞郵票，琴日下晝去吸印，琴晚我漏夜咧去加工，可能寫得唔好，咁啊向大家致送一個小小嘅意思，好嘛？多謝你哋。我哋有請吳會長為我哋各位主禮嘉賓送上紀念品。這個紀念品剛才吳會長也都跟大家介紹過了，是極具代表意義的，在場的嘉賓也都可以看到我們有一個紀念品也都是放在展館裡面，較後的時間大家都可以走過來這邊就看一看欣賞一下。仲向各位宣布，因為中葡文化嘅歷史傳承，咧，所以我今次為後邊做咗呢幾件展覽品，一個咧就係鏡湖醫院今年150周年，所以我專程做咗呢一件作品。嗰邊咧就係益龍炮竹廠，所以咧阿崔玉林先生代表廠商會嘅，其實個意義都係存在喺度嘅。後邊咧有一個牌樓，就牌樓咧係當年咧為澳門國慶每年都展出。都是做的，咁啊，陸希先生、陸希會長同陸波先生啊，等等好多美術界朋友咧，當年係參與咗呢個牌樓嘅製造嘅，所以我今年咧就做呢幾件，包括金蓮花。今日裏邊所展呢四件咧，我已經向文化局申請送俾藝博館作為一個收藏呢四件，而喺今日裏邊展出緊嗰件牌樓咧，係我專程送俾觀樂兒基金會嘅，專用基金會嘅。亦都有將會另外一件咧送俾美術協會嘅，咁喺呢度咧又同大家宣佈一下。至於鏡湖醫院嗰件咧，我就喺等鏡湖醫院會慶嗰日咧，我就送佢。咁同大家宣佈，希望大家了解，好嘛？多謝多謝。非常之有心思啊，吳會長啊，今次準備咗咁多咁特別嘅作品咧，就嗰度或者請阿觀樂兒先生過嚟牌樓嗰邊咧，我哋影一張。今日就唔送，不過。做少儀式咁解啦，好嘛？我哋有請我哋嘅嘉賓咧，就移步到去呢一個牌樓咧，係阿陸希先生咧，佢哋當年呢班朋友咧去一手創造嘅，係有歷史。佢哋美術協會咧亦都出咗一本書冊，而喺個書冊裏邊咧攞個17周年嘅嚟做嘅呢個牌樓歷史，有國旗、有黨旗、有區旗、有基本法。牌樓咧係歷史，前邊嗰度咧係為咗獻禮呢個100周年，所以喺個牌樓底下，我哋要傳承，就係傳承呢個家國情懷個意義所在，就係一件呢件就送俾觀樂兒基金會嘅，另外再做有一兩件咧送俾美協啊，你嗰個藝博館亦都有一件，好嘛？多謝大家。唔該曬，吳會長。跟住流程係乜嘢？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吳會長帶領一眾嘅主禮嘉賓咧，就參觀我哋嘅會場，以及咧逐一介紹我哋咁多嘅作品。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就係我哋嘅年紀咧，有唔少朋友咧都用過100蚊同50蚊。呢裏邊呢兩個咧，點解澳門叫中西文化？呢兩個就一個就係假梅士，一個就係秘山爺。而家有一條街咧，就叫做秘山爺街，就係當年咧澳葡政府咧就紀念呢一個嘅詩人，將條街命名。而咧1982年咧，呢個西洋銀行咧亦都為呢一個秘山爺作為一個鈔票像咧發行咗呢個鈔票。假梅士係咁樣啦。咁咧嗱嚟到呢度咧，或者我同大家同阿官生影相先。好。在這裡我和大家又介紹一下，在這裡是中國五帝，中國歷史五帝，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一下的，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這個事實上是這樣，但我們在今天
紀念中國共產黨一百週年的時候，我們當然要環顧這個歷史，但是呢，我們還要看的是今天國家的成就。在當年，毛澤東毛主席呢就作了有兩首詩，一個是《沁園春·雪》，一個是《沁園春·長沙》。咁所以講起呢個歷史五帝咧，阿毛主席咧，毛澤東毛主席咧就講：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昔秦王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惜可惜，只識關公射大雕。關鍵咧喺最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咁今日我哋國家嘅一百年，共產黨一百年，大家睇到呢個成就非一般。作為一個中國人嗰個榮光，我哋大家同有感受。而另一首咧就係乜嘢咧？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惜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所以我哋咧要培育年青人。今日呢個嘅圖素書發展咧，其實個作用除咗紀念國家建黨一百週年、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之外，我哋要做嘅就係講好中國故事，傳承呢個家國情懷，好嘛？咁啊，其實呢度仲有好多請大家自由參觀，好嘛？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歡迎。呢度呢張，還有這一張，還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張呢，澳門，為什麼澳門呢不是沒有緣故的？為什麼愛國？這一個呢，是我五十年前，當時是24歲，我到美學協會學習這個仿宋體，學習仿宋體在美協學習的。那么当时我二十在一个爱国的青年团体叫群青，里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当时五十周年学习中央两报一汉，这个共产党五十周年的重要精神。那么这个话我没有学过，但是这些都是我亲手画的，党旗、天安门、延安、遵义等等。所以今年共产党一百周年，我请六笔先生给我做了一个小戏，就是回顾给大家讲讲，意思就在这里。另外还有一张要前行，在这个月7月23，我在万豪县那边还有一个共产党一百周年我个人的，还有一张10米长的，供大家一起知道，好吧？谢谢大家。这一个呢，做事情，人家说债权啊，你做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什么？我说我不管，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主体是问心无愧，所以这个作品呢，是给我自己作为一个鼓励，就做一个这个影像的收藏。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不愧我身。做任何事，只要问心无愧，人家有人家的看法，是这样子。谢谢，谢谢。啊，谢谢。